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你哋有冇谂过有啲乜嘢系你有我有，大家都有，但系偏偏英女王冇嘅、哦？可以估就系护照啦。基本上咧，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本自己国家签发嘅护照啦。英国都唔例外，每一个皇室成员咧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嘅护照嘅。咁但系唯独英女王佢就冇啦。点解呢？咁就因为佢正正系所有英国人护照嘅签发人啊。咁虽然英女王冇护照，但系佢无论前往咩嘅国家都依然系畅通无阻嘅。佢曾经去过116个国家同埋地区，比任何一个拥有护照嘅皇室成员都要多啊！净系讲香港啊，佢都嚟过两次噶啦。如果中意呢段影片嘅朋友，可以揿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频道。下次再见啦！